有没有哪个宝宝在找热来宝的教程啊？今天来给你们做一个大揭秘，的确的确特别特别好吃，而且有手就会。先把紫糯米煮上，200克的紫糯米提前泡发2小时，然后直接按煮饭功能。今天准备来做4个口味的热来宝，水果已经切好了，鸡肉松、黄油薄脆，紫米饭也蒸好了，这个真的是特别简单，加糖进去，两包炼乳，60克的纯牛奶，趁还热的时候给它拌匀了，好香呀！这一步我觉得是好吃的关键，放在一旁放凉。再来打150克的淡奶油，8克的零卡糖，这个天气特别好打发，直接中速打。这个热马奶的奶油一定要给它打得硬挺一点。早早的我就把这个脆桶给备好了，因为没这个东西真不行。里面给它铺上奶油，此时此刻真的好想离你们近一点，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我做的热来宝了。再舀上一大勺紫糯米，这个手法不讲究，只要把上面铺上奶油就行。撒上一层黄油薄脆，再放一点你喜欢吃的水果，我们第一个热来宝就做好了。再来做第二个，这个我们做肉松芒果双拼，搭配在一起也很好吃哦。哇，真的超简单这个做法。啊，最后一个也好了，看，先做4个，因为做太多了拿不下，我先尝尝啊。嗯，没想到奶油搭配这个紫糯米这么好吃，赶紧艾特你的闺蜜来给你们做啊，我这个拿下去给我们家2个小朋友吃。好吃。